车型大点，车型大点。太阳风雨大，这个人咱们到处打不着，你开玩笑，把把你来烟就关了。他主动的知道吧？我主动打火，他得啊，是吧？来，你打到不行，然后情况不行，你说清楚。现在是玉人还是切割啊？玉的。那大伙儿，对呀，大伙儿的你怎么样？嗯，你那个，那大伙儿啥？嗯，这个对。有人那个光，切割，这个切割啊，全国阳气学的。中间是七个羊，中间是七个羊，中间的是七个羊。知道，已经知道了。我是从这里来说的。那个自己的，不是在自己的羊啊。把一条给你挑大了，你要是切割的话，刚才我感觉那个活肚子，不行，你挑的，就是切割那个活肚子不行。你腿大，你那个活肚子，你割出来还是哪种效果？我的鱼子啊，四秒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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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这样就行了，直接可以割了就。你看，开了，开了。你这往上一来，那下边一掏空的那一点，它就被掏了。这东西太低了，太低了，那天我都不知道啥了。嗯，你别接了，往上抬的，抬的那也高。这是直接就切割。别切个别的，你看鱼子，还有你这个，你看你这边的话太难下子了，这老的话太难下子，他们自动抬知道吧？你这跳有点跳不动了，没法跳。你这往上抬一下子，他靠两天都背靠了就。